现在已经找到一个跟我很好的人，而且他会是我最好的现任男朋友。对，现任男朋友。孙可芳、吴康仁两位刚认识的网友第一次见面就以男女朋友互称，全都是为了要气走孙可芳前男友郭敬东。但三人关系可没这么简单。你认识我？我前女友。然后你前男友是我前女友的现任。姚以缇客串演出吴康仁前女友，角色鲜明，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还有这一段剧情，更是让不少爸妈看了心有戚戚焉。我不要，我不要那个。安总，儿子长大了。关心儿子的方志友惊觉小孩已经登大郎，把台湾家庭生活上的吵吵闹闹拍成电视剧，格外贴切写实，触动人心。戏剧首播后分别攻占 OTT 平台第一和第二名，甚至打败真人版航海王以及韩剧。制作人林心如开心的立刻截图在脸书分享成绩，吴康仁也感谢观众支持，还改编剧中台词。真的是除了感谢还是谢谢大家，然后希望这部戏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疗愈跟温暖。这三兄弟很一体耶，就是他蛮全面的在表述30岁到40岁的这个所有社会的很多不同男性的面貌。吴康仁、郑元畅、林哲熙饰演的三兄弟，在戏里全是不同年龄层的男人，在家庭和社会上面临到的压力，引发观众共鸣，也反映在收视成绩。TVBS 新闻周玉凤、杨晴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